这是地里边啊，兄弟们，地里边有好多大鱼，咱待会儿把这里边给清干净，还逮一逮，先把这网粘网围上，走，哟，连住了，连住了，网也蹦上了，快点爆网了，我哟，逗住了，兄弟们啊，我粘网还有嘞，这啥时候没想到，兄弟们搁地里边能逮鱼，咦，手感还强了呢，有几个嘞哈？几个？哟，你啊，都三个兄弟们啊！上鱼兄弟们，咦，都是花店漂亮啊！这今儿给它裂干净，裂干净，这别再惦记着这边鱼了啊！那个骆驼都光。哎呀，还有吗？还有，去摘。咦，这个粘网下逮完了，捂住，漂亮，好嘞，又上货。啊，没拿抄网不好这样。又上一位兄弟们啊，咦，这是回忆麻辣鱼正好。哎呦，我跟住了，都是那大鱼。兄弟们，这还撒的那啥这，年年就粘了年年。今儿个咱就给他清了，兄弟们，这地里边谁也没想到地里边能有鱼，兄弟们，今儿个真是玩过瘾了。还在这，哟，这俩嘞呗，这是。哟，还顶。还顶。下个站往下对完了你这。哎呀漂亮。这得刺激兄弟们啊。哟。哎呀不长我盖呀我都跑了这儿。哟两个。俩。来兄弟们咱收下网不连了。看咱今儿的鱼货。主要是今儿个站网给力的。哎呀其实钓兄弟们啊全是花鲢。这鱼都没想到兄弟们。能搁地里边把它给逮上来，哎，这亩地，亩产，几十条鱼，哎，收下网。